像这个所以今天讲了半天了，就是当然是我是这个讲的，像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对这个美林呢、华方这样子。那一般同学的话呢，就是你像他们就已经很不错了，像你们这个，像这个，像短短的时间这样就很厉害了。错了，看一下这个，所以为了要找这个，因为现在都混在一起，剩下的就是前面那个，就是因为有分，我已经分过资料夹了呢。后来那个就是为了也，我看看，我也搞不清楚这是这么多片呢。这两片应该是，我看一下，这也是一样的。是不是都一样的东西丢上来这样的？好像剩下都一样了，对。好了，那我们今天我就是暂时不再研究这个了。然后重点是跟同学，就是你上课对不对？上的课总是有一点收获嘛。那对于这个新同学，就是像美林这种的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讲的。他们这个后来东西，他们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他们很清楚。那对这个新同学来讲的话，就是观念很重要，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观念。那新同学下次的话，你可以这样谈嘛，就是你把你会的对不对？这个我教过嘛。对不对？不要急哦，就跟那个 Peter 一样，那个就是 Peter， 我印象很深，对不对？弹下去，弹拍子，他说通体舒畅。你看 Peter， 可惜今天没看他丢东西上来，这样下去啊，注意啊，你不要急，对不对？通常你看他 Peter 就是通常就这样急的时候，这两只手连在一起呢。罗，那个 Peter 也上来了是吧？好，Peter， 对啊，我这样叫一下，呼唤一下，你才会上来的。对，其实同学你就主动的上来跟同学打个招呼嘛。对，罗蔡思雨就是原来是 Peter， 对对对，好这样的、哦。那个 Peter 下次弹的时候你就丢一下上去嘛，这样子，哎，你就弹一下子。这样就够了的，然后再来一样的东西，
你甚至于啊，你这两样弹得很好的时候，你甚至随便抓一个这样的，但是基本上收对收嘛呢，对，随便你压上去的。但是开始你还是规规矩矩的这样的，其实真正享受乐趣的应该是像 Peter 这种的，你看他光是打了一个拍子他就通体舒畅了所以真正享受乐趣的应该是像 Peter 这种的。对，你如果说拍子你先这样的，对，就这样一直弹，然后当你会了这个，对不对？你在嘴巴这样子，拉西哆发，嗦拉西咪，发嗦拉瑞。唯一的啊，这个地方要稍微改一下，就是本来是弹这样的嘛，就是打成大和弦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小调嘛，所以说这个上去。发嗦哆，对。事实上，你假如说这个，你一学期啊，能够这样弹的时候，把它弹得很准，你都不要急呢，不要急着说啊，要很快很快，千万不要急呢，这样好好弹，然后再来就认真一嘛，对不对？然后认真二 ，re。手都天天弹哦，对，那边都都发，对不对？就这样每天弹哦，就什么都不要，就这样弹就很好了，弹准它呢。所以你一定要先把这两个弹好，下礼拜来我看你丢上来嘛。这样吸个 F， 一直弹一直弹。我相信你，如果一直弹完之后，你这学期啊，你应该可以做到了呢。就是这样的，从这边拉麦了开，一模一样的东西，对。Re， 手，都，对不对？你可以做得到。这学期结束以后，结束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做到了。对不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等到你，其实你说你应该立定目标呢嘛，就是就这样弹了、啊。拉西哆发，嗦拉西咪，发嗦拉瑞。手都，其实我比较鼓励同学这样动动嘴呢，不要去弹了、啊、因为你们现在我觉得不要去弹了、啊、就是把这个拍子会打，嘴巴去动一下子，对，好了，最后啊，最后那个，还有一点时间，对不对？那我给那个有这个也是因为有些同学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同学，他说：“老师，我这一辈子啊，他不上有讲过吗？”他说：“好像被我骗了。”他说：“钢琴轻松弹，结果是一点都不轻松了。”但他也是一样的，他说：“我希望这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弹一首曲子呢。”那我想了半天，对不对？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新同学都这样想的。我上有讲过、啊，就是《Amazing Grace》，对不对？他这个曲子，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啊，左手这样一直弹，你会一个和弦，对不对？你就这边随便你用，就反正你把音给弹出来，随便你用。
对不对？你就是你看了没有，这个你绝对做得到的。这学期结束你说会弹一首歌吗？这首歌你绝对做得到的，就是右手你就随便用嘛，就是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你甚至用单指神功都可以啊。这样子随便弹，保证可以，然后最后那个要求自己，对不对？对啊，然后呢要求自己，对不对？你真的认真一会了之后，对，你就用认真二嘛的，蹦恰恰蹦，这个是认真二。哎，不对啊。我相信你这学期应该可以做得到，学期结束还有九个礼拜嘛，对吧？还有八九，反正九个星期就对了，那你绝对做得到的。反正把这个影片在，其实拍这个很简单，把手机在这边拍着，这样丢上来就好了，绝对做得到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上课呢就到这边了，反正原则上网路的话大概都一个多钟头这样的，因为其实也蛮累的，网路呢等于说我一个人在那边唱独角戏啊，然后其实上课以前也是要准备，要花点时间准备呢，这样的，所以原则上我们这差不多一个多钟头，一个差不多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这样的。好吧，那同学今天就这样子了，那下礼拜也是准时上课了，好吧？好，我要跟同学 say goodbye 了啊！那还有这个片子，你们随时都可以调出来看的，这个以后就是你们的，永远都是放在 YouTube 上面，随时都可以看的。好吧，我要跟同学 say goodbye 了。